的，确实让这暗夜猎手搁这站岗，我们来这站岗。如果他被人给干了，我们学一首风墙保他一手。树叶的一声，这是没有人，我们就回去。全军出击！哎，那大树上单呢？铁男辅助啊！我戳，没戳着。哎，铁男中单啊，拉克斯辅助。哎呀，我操！先攒个风。那没事，那咱不对铁男挺好的。我戳。平 A， 平 A，A 接冻风，再 A， 再 A， 拖，打不死，回头。攒个风，往回吹，中风，如果能中就中，中不了就拉倒。咱也不着急 E。旋风 ，EQ 耳链，一过来扎一刀走，一过来 A 接中风接走，免费耗血。咦，可杀，先吃个药，让他打，中风。黑子可以蓝枪，好啊，大树马上活啊，没事，塔下死了得了，无所谓了，这堂堂回了口血，他要没回这口血我就闪走了，我给他换了就换了吧，正好给大树一个双 buff， 行好，来个狂战士镜甲。你炸了，炸啥呀？有些兄弟跟我说让我 EQ， 我明知道螳螂有闪的情况下，我不可能 EQ， 明白吧？我不可能 EQ， 我 EQ 必备躲。来啦，树精。你这用移动速度跟我来逃跑，恐怕是有点问题，兄弟。冻风，劈过来 A 一刀，这大树应该是要出那个，出那什么了，出金鸡背心了，我估计。咱就在这控啊，只要这蓝枪不是我兵，这波大树就炸了。我们还能回血，挺好。中风，咦，
闪啊。中风死不了，这有点烦，这有点烦。这波必杀他啊，让他在塔下先打我们，我们先不动，让他打。不行了，这不能再打了啊，这大树有个捆，我还真就没办法，我们不能打他，我们其实也有点脆啊，先不打他，先不打他，勾引他。这玩意儿能打断我技能，确实挺烦的。怎么能把这大树杀了呢？现在我们的血量不足以能直接一个一 Q 带走他。我们也想杀这个大树，我们得勾引他。哎，勾引他一波，让他觉得能杀得了我们。我们马上大好了，我们大已经好了。三个风来，死了。他起了杀心，明白吧？这波他要不起杀心，他死不了。他并没有想到我们有点炎，而有大招，你知道吧？这小子没想到我们有大。亚索的大招是很快的，够了钱。这螳螂怎么来了呢？这螳螂，哎呀，本来我这波又能小秀一波大树，大树打不死我，我有风墙能挡他树根的。谁？铁男？这螳螂挺烦人的，这螳螂啊！哎，你把他杀了给我。绿叉螳螂大树不出，这把就出电刀。回首往昔，120点额外魔法伤害，呀，这又这螳螂，哎呦我这螳螂，又是螳螂。哎呀，刚才不是想再 E 一下小兵，再放 R， 你知道吗？操！失败了，想小秀一波，失败了。这把我也来一个血手的亚索，我也来把血手的亚索，看看第二件出血手是什么个情况。
呦我操，这螳螂伤害有点高了呀，这我们来波中路啊。这个塔皮我们就不吃了，我可以把这蟹吃了，走回家出装备。这螳螂好像又在我上面的野区呢，是不是？先来个蟹手，来呀，来来来来上路啊，过来帮帮我，快点！这螳螂有点讨厌厌，这个眼儿没看懂啊，这个眼儿你怎么能看懂呢？我就乐意插。我这眼儿嘛，那不插难受，行不行？真幼啊，这大树。觉得自己是有点幼了是吧？嗯，是不觉得自己幼了，兄弟？咱俩能上高地呀？因为他们没人呢，这全死了，就剩个铁男了。把高地拆了 ，AD 也太慢了这。没事，我这不就是死，我死的也赚。哟，死就死吧，没事，死我们死的也赚，就是血赚。这波整个蟹手把高地一拆，血赚。布甲鞋了吧，要不然他怎么追上我呢？出冰锤儿，冰锤儿攻击力低呀、啊。我试一把啊，那个亚索就出的蟹手，我也整个蟹手试试看。拜拜，他们家螳螂来了，快跑，没有小兵了，我们是弟弟，快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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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螳螂来了。
我们要想秀就得有小兵，没有小兵我秀不下来。好，等大树回家。如果大树回家，那说明唐能没在旁边。如果大树没回家，我们就在这一站。哎，我看你走不走，我就在这耗你。哎，这唐能，我看你来不来。唐能去中了，那我们继续。反正这大树也带不过我们。算了，咱也没那些花里胡哨，咱就硬怼，行不行？别大，没大。太多人了。这人是有点多呀，这人啊。嗯，可以。哎，刚才为什么那个大树的树根子没有挡掉啊？第一时间是没被控的，然后我放了个风墙，然后还是被捆住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因为什么呢？这得来一波团战了。拉克斯，哎，这拉克斯没吹到，不应该呀。队友应该是要推，我们跟队友走一波啊。队友如果不推，我们去下路收兵，赶紧把自己发育起来。这18分钟171刀不合格，好吧？对于一个无蓝条英雄，他不合格。去中路来，几个人这波可以打，我们马上回来啊。就像你能打得过我一样，小伙子，我这蟹手还没触发呢啊。哎呦，我这螳螂的虚缺，差多少钱无尽呢？差200。卖了，把无尽买了。刚有一些兄弟说我好意，那不得一往无前吗？我没有吸血，我要能有点吸血呀，我刚才都活下来了。我们得赶紧抓紧时间出一把饮血剑啊，这个饮血剑是必要的。
开了吧。我本来想跳弹去上路的。这螳螂在草丛里边阴我，我还真不一定能打得过他。抓我肯定是没什么用的啊。好，对面应该都聚中了，我们这波上路可以推，因为这个维音跑过去追着螳螂了，我们就这波就上路推。赶紧拆高地，队友死就死了，不管了。溜了，拆完就撤，溜溜球。红有没有？给我来个红。然后我们去下路。来了，光辉女郎 Q 用过了，死了。烟头，我给你个中风。你可太讨人厌了，我发现呢。给我杀兄弟们，我发现我得要个水银呢，这我这没水银咋玩啊，这铁男。但是我出水银他不杀我了呀。我出水银他肯定不打我，这个水银我们还是白做。这1200块钱，1300块钱是必须得花了，我发现。